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首先欢迎大家参加今日的念佛祈福法会。我们也继续呢利用这段的时间呢去讲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因为太重要了这个思想。上次呢我们就讲了善导大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总括一下为什么要学习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呢。总的来说呢就是当然就是善导大师的思想呢就最了解佛意啦，在净土中来说呢他是个其次标杆。具体来说呢总结起来有六方面，有六个方面呢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弥陀自说，即是上一次我们都讲了这个善导大师他在历史上被公认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既然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你想想他的思想，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等于阿弥陀佛讲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啊，这个很重要。既然我们念佛人我们是想去哪里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哪个是主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嘛，我们想去极乐世界当然是听阿弥陀佛讲啦，是吗？你其他人讲多多少少都有些出入，你听阿弥陀佛讲就最原汁原味啦。而善导大师他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是在人世间的代表，我们呢一定是要听他讲咯。作为念佛人你听他讲就没错了，因为他是弥陀的化身。这个呢就是第一方面。第二呢他在历史上呢我们都知道呢他写了一个观经四帖疏来楷定古今。这个很重要的。什么叫做楷定啊？楷正啦，定就是判定确定。为什么要用楷正要楷定呢？这个跟历史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净土三经尤其是观经观无量寿经呢它的义理很深奥，是佛的境界，讲的也是极乐世界的景象。所以呢在历史上呢事实上是很多人对这部经误解的。误解呢问题就大了，因为啲人觉得如果按照其他人的解释呢好易出偏，好易出错。咁理解错咗就麻烦啦，係咪？因为我哋嘅行动係受思想影响㗎嘛，支配㗎嘛。你对阿弥陀佛理解错，对呢个极乐世界理解又偏差，咁就一定有问题嘅。咁你嘅行动呢就会影响，咁你嘅往生呢亦都受影响啦。咁呢个呢就大事情，影响大众往生，同埋呢係影响啲人甚至乎选择呢个法门都困难。你不敢选嘛，你不敢修这个法门的。哎呀，念佛这么简单就往生，很难信。而一些高僧大德对净土三经理解的偏差，那些人一看到那些偏差的讲法，你又会信以为真，以为哦，原来这样啊，哎呀，原来大菩萨才可以去的。那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这些这样的凡夫哪有机会去呢？于是乎呢你就会打退堂鼓的。事实上到现在都是，你看看除了我们真正本门的，现在来说真正念佛人相信阿弥陀佛的救度那种信心呢是很弱的，更加其他的不是念佛的人，其他的法门的人更加是理解偏差得犀利，因为哎呀哪有那么容易啊，傻的，念佛怎么可以往生，怎么有那么容易呢？哪有那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是不是？但现在圣道门多数都这样想的嘛。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很容易往生的嘛，各位。因为净土三经已经讲明信佛念佛是一定可以往生的。
啊，呢一個咧係冇錯嘅。咁所以善導大師咧，佢就要寫一部《觀經四帖疏》，去糾正之前嗰啲人，之前嘅包括高僧大德，佢哋對呢部經嘅理解錯誤，糾正。咁所以就叫做啟定。古今咧就啟正之前嘅、以前嘅，乃至而家嘅、今天嘅，直至到而家都有作用，所以就稱為啟定古今。咁亦即係話，所有淨土法門嘅思想咧，如果你符合善導大師嘅思想，就係啱嘅。如果你唔符合善導大師呢個思想咧，其實你多多少少就偏差噶啦。所以而家坊間我知道大家咧好多人咧睇好多嘅書，有啲人好中意睇書噶，啊一定要揾到個究竟答案出嚟咁。咁所以所有淨土法門嗰啲書佢都去睇，但係問題咧就出喺呢度啦。睇到最後咧一頭霧水，喺個十字路口嗰度，唔知聽邊個講，唔知行邊條路。因為講法實在太多太多了，就有這個毛病。所以當你看了這麼多之後都還是未落定心水的時候，你一定要記住這個善導大師，他是阿彌陀佛的化身，所以你學淨土就要學他，他是有啟定古今的作用。你入淨土法門，你就必須要學習他的思想，那你就定了。經常我經常見到啲蓮友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因為大家可能唔係咁清楚啦，我就比較接觸得多嘛，好多蓮友約我啊，未嚟過佛堂嘅，知道我哋信息嘅，打電話嚟嘅，約嘅嚟到都係呢啲問題啊，睇埋好多書，好多問題就係唔知聽邊個講，到最終就係唔知聽邊個講，有啲係咁講咁講，因為好多誤解噶嘛，係嘛？又話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死啦！自己又念唔到咁高水平，冇信心。哎呀，你就算唔一心不亂啦，你都功夫成片啦，死啦！又唔得，功夫成片都唔得，冇話功夫成片啊，功夫成寸都唔得，你就冇信心。但係善導大師嘅思想咧，從來都唔係強調你必須要咁嘅水平先至往生，冇咁講過。只要你信佛念佛，讲的是心，讲的是心，不是强调功夫的，是强调的心。你要向着佛，你要相信阿弥陀佛，专心，冇多心，冇多心，专心。啊，以后我哋要讲到善导大师的五正行，你按照他的五正行去行，即五个修行的方法最正确的，其他嗰啲你可以不理的，可以放下的，咁你就会更加明朗噶啦。所以这个呢是他啟定古今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善导大师思想的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善导大师呢，他的思想呢，他不是突然间在天上跌下来的，他是有正宗的传承。怎样正宗传承呢？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佢就由龍樹菩薩、天親菩薩，到我哋中國嘅談聯大師，跟住道綽大師，然之後到佢到善導大師。咁善導大師咧，就將呢啲淨土嘅思想，將呢啲祖師嘅思想咧集大成。所謂集大成咧，就全部繼承過嚟，然之後發揚光大，發揚光大。所以最後呢，他是集大成。所以為什麼叫他是淨土宗的宗祖呢？的道理就是這樣。所有其他的祖師呢，在對於淨土宗的貢獻都沒有善導大師那麼大。很多時候你看多一些他的法儀呢，你就可以明白了。他是超出前人，超過所有前面的祖師，他都是超越的。他的思想，他更加契合阿弥陀佛的愿，更加了解佛心，
所以點解話佢講翻轉頭又是點解成日強調佢係阿彌陀佛嘅化身咧？因為所有咁多人之中對阿彌陀佛嘅理解，佢係最高、最圓滿、最徹底嘅。咁所以咧，佢呢個係叫正宗傳承。咁對於傳承嘅概念咧，好多人唔係咁清晰，即係佢一路一路係有一路傳落嚟。咁當然講翻傳承咧，好遺憾地。即係而家我哋見得比較多嘅講法比較多嘅咧，就係喺淨土法門、淨土宗裏邊咧，一般講係有13位祖師。咁其實呢13位祖師係點樣嚟嘅咧？好多人係唔知嘅。呢13位祖師好多，佢真正嚟講，佢唔係專修淨土嘅。咁佢唔係專修淨土，點解佢又成咗淨土宗嘅祖師咧？这个就是历史的原因，因为这些祖师全部都是后人评价将他尊奉为祖师，他自己是不知道你们将他捧为祖师的，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他在历史上他是没有传承的，即是这13位祖师之间他是没有传承关系的，不是说这个传给这个传给那个这样传下去，没有的，没有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这个关系，就是因为他对净土法门的贡献大，即是他生前呢，他除了修其他法门，他又很鼓励人修净土，于是乎呢，他是教化很多人，帮助很多人入净土法门，那在这方面呢，他是有功劳，他功劳就大，所以呢，他就变成是祖师，大家明白吗？是这样来的，这13个祖师，所以他们是没有正宗传承，但是善道大师呢就是正宗传承，加上他是集大成，将净土法门发扬光大的这样一位祖师，令到这么多人千千万万人受益，就是他，所以他是整个净土宗的宗祖最重要的那位。讲完这个正宗传承呢，下面呢又讲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善导大师思想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是开宗立教的祖师，因为之前我们讲了他是集大成的祖师嘛，所以在对净土法门的理解呢，他是最高的，他理解得最好，最契合阿弥陀佛的心，所以呢，他实情上他是净土法门的净土宗的实际创立者。那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啊，这样的吗？净土宗初祖是慧远大师，不是慧远大师创立净土宗的吗？是吧？多数我们的理解里面都是觉得，咦，初祖嘛，当然第一个，当然是他创的啦，是不是？那个原因也是刚才讲了那个道理了，因为净土宗呢13位祖师，佢嗰、那个祖师嘅名衔系后人尊称佢，佢哋之间冇传承。咁既然冇传承啦，完全系因为佢对净土宗嘅贡献而成为祖师。咁慧远大师亦都系对净土宗有贡献，呢、这个我哋一定要承认。而且佢仲有一个好特别嘅贡献咧，就系、喺当时净土法门未系咁强势、未系咁多人识嘅情况之下咧，由于佢出世早、出生早啊，佢喺东晋嘅时候咧就出世，咁所以比起其他嘅祖师咧，佢系生活嘅年代系最早，所以佢咪变咗初祖咯。大家明唔明呢个概念啊？就是这样，他就变了初祖。等于我们接触的不一定是很贴切，打个比方说，一个家庭，哎呀，父母生了5个仔，那生了这个5个仔，谁是大哥啊？大家说谁是大哥啊？早出世那个咯。那但是是不是代表那个贡献最大啊？第一，不一定的嘛，可能拉仔叻啲呢，是不是？可能二哥对这个家庭影响大一点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套入去净土宗呢，你就可以容易理解了。我发觉这个问题都 挺重要的，很多人成日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明明初祖是慧远大师的嘛，为什么那个宗祖又不是他呢？最重要贡献又不是他的呢？
就喺呢度，道理就喺呢度，因為佢冇傳承關係，而且佢嗰個教法咧，佢當年慧遠大師帶住123人喺東林寺結社咧，佢係精挑萬選噶，佢係當時頂級根基最好嘅123人。他當時的念佛方法亦都絕對不是後來善導大師提倡的這種的念佛法門方法不同的，差不多他們比較接近呢是波州。波州大家有沒有聽過？簡單說呢，就一路行一路行念佛，很精進很精進、啊、非常之身體要非常健康，有這樣的體魄才做得到、啊、90天九十天，個人都係企喺度嘅狀態，唔可以瞓低。你諗下，90天啊，一路一路咁樣念佛。咁具體嗰啲我哋唔講咁多，唔延伸啦。即係佢係難行道嚟嘅，其實都係係淨土法門裏邊嘅難行道，一般人做唔到嘅。如果咁行咧，我哋個個呢度坐喺度嘅所有人都冇份，我哋都冇份啦。咁做咩咧？作用咪唔大啦。你不能夠普及嘛，善導大師就不同了，善導大師就是力主回歸到阿彌陀佛的願的本身，在個十八願那裡落墨，所以為什麼第十八願這麼重要呢？是不是？他最終最重要的就是，是乃至十念，那裡是最重要，念佛乃至十念都能夠往生，這是阿彌陀佛最大的願力。最大的願力，所以善導大師就在這裡是發揚光大，就提倡清念、口念、念佛，所以個個都得，所有人都得的，除非你不修而已，你修就是萬修萬人去，所以呢真真正正對這個淨土宗貢獻最大的人就是善導大師，所以他是宗祖，他是開宗立教的祖師、啊、那我們呢這個呢一定要清楚的、嗯、那另一個呢，你按照善導大師的思想呢，念佛剛才說了萬修萬人去，因為它是符合阿彌陀佛的本願，所以呢這個念佛法門淨土宗的念佛方法呢是一定可以往生的，咁呢個咧，我哋一定要相信。咁另一個咧，亦都係由於佢個教法嘅唔同，我哋頭先亦都透露過啦。善導大師咧，佢係立足喺阿彌陀佛嘅本願嘅立場咧，去解釋呢個淨土法門嘅嘢。咁所以咧，佢嘅教法咧就好普遍，好普遍，所有人都得，所有人都得。咁而其他嘅宗派，即係其他嘅人咧，所講嘅淨土宗咧，有時就複雜了，因為他不是按照阿彌陀佛的本願的立場，而是按照他自己本門原來的立場。譬如有些其他門派呢，他都提倡人念佛的，譬如好像天台宗那樣，很明顯他都是提倡叫人念佛的，但是呢他立足在自己本門的立場叫人念佛，就是撐在這裡。所以呢在判教的方面呢，他就複雜化了。譬如他判這個極樂世界，就說極樂世界呢有四土的講法了、啊、什麼梵性同居土 啊， 啊什麼方便有餘土 啊， 啊什麼實布莊嚴土啊，什麼又說常直光土啊，將這個極樂世界呢就分成四土。咁按照佢自己嘅理論咧，其實影響好多人，到依家都係，到依家都係，天台宗都係咁嘅睇法，佢都仲係認為極樂世界係四土，但係呢個係唔符合淨土三經嘅義理，呢個唔符合阿彌陀佛嘅教導，唔符合淨土嘅真正嘅意思嘅內涵，因為我哋睇經文，我哋知道咧根本唔係咁回事啊，係嘛？你睇下無量壽經又好，淨土三經都係咁講。都是統一，都是這樣說的，這個地方去到那裡的眾生呢，所有都
是同佛无异，去到那里就平等一味，都是讲这件事，讲平等嘛。那你四土你怎么平等呢？所以呢，善导大师就很出名的一首偈，亦都是专登去讲这个问题的，是吧？极乐无为涅槃界，哪有分得这么复杂的呢？极乐世界就是布土，你去到那里就是平等一味，极乐无为涅槃界，全部是一个涅槃的境界，就一针见血指出了这个。而且呢，我们这些凡夫，他在如果你用天台宗的教法呢，我们在座的你去往生啊，你天大的本事都好，比你去到都好，你顶多都是去到前面的所说的凡圣同居土的、其他的那些人你没想，你根本不够资格，没可能去的，是吧？这个就是他们的判法。但善导大师说呢，不是，虽然我们做人这里是分很多种，大家程度不同，根基不同，但是去到极乐世界呢，在极乐世界那个平等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呢就是一味，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受用，我们的环境，全部都是一样，全部都是一样。只不过极乐世界呢，只有一尊一尊佛，只有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是叫做菩萨，都是菩萨，但是受用全部是一样，全部是一样。这个呢才是符合阿弥陀佛的教导的思想。因为阿弥陀佛他本身是佛，他本身就是最讲平等的，佛的思想就是众生平等，众生平等。所以他花了那么多精力，五劫的思维，然后用少载永劫的修行，用他无量无无量无边的功德去成就到这个极乐世界。你想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他就是为了众生平等，他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将有缘的众生首先救度去那里，而在那里这么特殊的环境里面实现他的平等，实现他的平等。何来分得这么多级数呢？是吧？分成这么多级，就用，不过这种的分法呢比较适合人的思维，所以很多人到现在都是信，都是认为极乐世界呢是有四土的、这个就受了天台的影响。实情上是一层极乐无为涅槃界，就是一层、去到那里的所有生命都是平等一味的、所以他开始，他在九品，所谓的九品，我们可能有些年有、学过观经都知道呢，九品往生，这个九品呢讲的是往生前的九品，即是往生之前人和人是分很多种的，我们都知道坐在那里都不同的，有些念佛都 会比较专心一点，有些是专不到心的，都不同的。其实人是不同的，千差万类，但是这个不是往生的标准。所有往生最重要就是信佛念佛，你愿意去西方净土，这个才是净土三经根本的教法，而其他那些全部都不是的，条件不是这样。但是当然反映回过来，在人世间修行生活这个过程里面，比较专心念佛的人，你是会比较有法喜，你比较容易跟佛相应，在我们在肉身的这个凡夫的世界呢，你可能觉得比较自在，因为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比较贴，你比较专心去念这句佛号，你跟他比较相应契合，这个我是觉得会有的，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以念佛一段时间的年友呢，我都是很希望大家其实就没有停留于原来那个状态，都是散乱心念佛，我们都是要向着进步的方向
向比较专心啲嘅念佛呢个方向去行嘅，一定系专心啲嘅念佛，效果一定系好过你散心念佛。我哋又要有呢个概念，冇因此咧，我哋成日讲得多，唔紧要噶，散心念佛都有用噶。于是乎，好多人咧仲系误解，啊，以为散心念佛仲好，咁就颠倒啦。冇可能是散心念佛仲好过人哋清净心念佛噶。只不过是我们达不到清净心念佛，而且阿弥陀佛很知道我们什么水平，他不跟我们计较，他不要求我们这么高，因为他有本事。你清净心念佛，阿弥陀佛又救得到，你功夫成片念佛，阿弥陀佛又救得到，你散乱心念佛，阿弥陀佛都救得到。咁先至彰显阿弥陀佛救度嘅力嘅大啊嘛，咁先至讲，先至明显地体现到阿弥陀佛嘅大慈大悲，系咁样嘅。各位，我哋细心谂下，系嘛？即系你啲医生都系噶啦，你睇医生点样为之叻啊？一个医生点为之叻啊？哦，呢个医生好叻噶，点叻噶？哎呀，嗰个人啊，打一次感冒，佢居然间医好咗。他居然间一个月内就医好了，那是不是厉害呢？那这个医生是不是叫做厉害呢？那不是啦，是吧？甚至乎我知道，哎呀，感冒打一次，我不看医生都好的啦，是吧？我过几天一个礼拜都自己会好的啦，其实道理是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一想到，最差的人，最低的人，阿弥陀佛都救得到，证明彰显到佢嘅伟大，佢救度力嘅强啊！你冇咁强，你点救到嗰啲咁差嘅人呢？所以你睇《观经》，你就好明显睇到，就系有呢个体现出嚟。喺《观经》里边就系讲，尤其下品。当然啦，好多人睇《观经》咧，依家都系嘅，社会上又系咁样啦吓，都系好高骛远啦。但呢个向上嘅心，我唔系话反对，但多数人讲咧都系，唉，上品上生。啊！最殊勝咧，成日睇住上品上生嗰度。上品上生當然係殊勝啦，但係好多人係做唔到噶嘛，好多人係做唔到上品上生噶嘛。咁所以善導大師咧，佢嘅救度嘅偉大就係，佢其實更加注重下品下生嘅救度，因為下品下生咧，先至係彰顯到阿彌陀佛嘅偉大慈悲所在啊！只不过我哋人好公务员，成日对于下品下生个名字又唔好听，系嘛？下品下生，哎呀，失礼人啊，咁样系咪？其实唔系嘅，只要你能够去到极乐世界，只要你能够去到嗰个地方，你就了不起啦，各位。因为极乐世界极乐无为涅槃界啊嘛，嗰个境界咁高，你去到就掂噶啦，冇理佢咩品咩品去啊，冇太嘅执着咩品，去到你就系掂啦。因为极乐世界是无为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和了生死已经远远超越了生死，远远超越六道，远远超越三界。那我们学佛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了生死嘛，各位，讲回我们那个初心，学佛的初心就是了生死。咁了生死，而家一去到极乐世界，你一定了生死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步就系要去极乐世界。咁既然间下品下生都去到，俾我哋一个好大嘅鼓励。虽然我哋唔系话自己，哎呀，我好想下品下生，唔系咁意思，系因为下品下生都可以去。下品下生嗰个系五逆十恶嘅罪人。他临终之前遇到善知识，人家跟他讲念佛，他居然间相信，然之后真系念，念咗十声，系咁大把，系咁多，他居然真系往生，阿弥陀佛真系嚟迎接他。呢、这个就系经文讲，就系净土三经之一嘅《观无量寿经》对我哋嘅开示。咁我哋睇咗呢啲开示咧，系咪好发起啊？发起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信心啊，各位，你会觉得哇，这么差的人他都可以往生，喂，我
唔至於好似佢咁差，係咪啊？我哋罪在係冇一個人有佢咁差噶，我哋都唔會衰到殺父殺母啊，係咪啊？啊，頂撞媽咪爹哋係有嘅，嗌下交係會有嘅，係咪？但我哋唔至於話殺父殺母啊。咁你咁樣諗咧，你係咪對自己一個好大嘅信心啊？啊，好簡單啫嘛。嗱，最舉一個簡單嘅例子，我哋有時咧，我有時都轉唔到彎嘅嚇。舉個簡單嘅例子，對住讀書咁好簡單。喺個班入邊，係嘛？你咧，冇講啦嚇。阿陀行路中中地啦，係咪啊？你係中間嘅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講成績啊，你讀書嘅成績。咁到考試啦，依家講升班啦。哎呀，升唔升到班咧？或者講考大學啦嚇，講特殊啲啦，考大學。哎呀，究竟有冇希望咧？呢次原嚟最後個結果係話，我哋班裏邊啊，最低分嗰個都考到。大家有冇考慮到呢個問題？最低分嗰個都考到，咁你係中中地，你考唔考到啊？考到嚇，考唔考到啊？考到，梗係考到啦！你係咪好有信心啊？就係咁啊嘛，所以好多時你就有個對比法力就更加強烈，係嘛？哎呀，呢次點咧？考唔考到咧？哎呀，突然間消息出嚟話，哎呀，原來我哋班咧最低分個個都考到啊！嚇，掂啦，即係話我一定有份啦，係咪啊？呢個就係信心。信心點解咁重要咧？對於呢個念佛法門嚟講，尤其重要，因為實情上。他修行的方法是很简单，但是难信，难信，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各位。所以我们自己都有感觉，其实就成日都是转来转去的脑袋，就是有时又好一点又信多一点，有时差一点状态差一点又信差一点，反反复复，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大家是不是这样？多数人都是的，其实尤其開始入呢個門嘅都係噶，念下念下佛得唔得噶？係咪真噶？嚇咁就得噶啦！哎呀，有時信唔過，係咪啊？有時心情好啲嘅狀態好啲，啊人哋話得噶，都應該都得嘅。印光大師都話得，善導大師又話得，應該得嘅，又精神啲，又念好啲。但係反反覆覆，信心不足，所以呢個係難信之法。釋迦牟尼佛都講啊，講到明嚇。在阿弥陀经那里就说到最后就说这个是难信之法，所以解决这个难信这个问题呢是最重要的，所以善导大师呢也都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告诉你念佛根本就是很容易往生，所以才有一连串的对往生的解释嘛，宜得往生，大家记不记得，即得往生，皆得往生，必得往生，定得往生，所有嘢佢你听到佢讲呢啲咧，你会好发起嘅。你会觉得啊，真系好容易啊，好容易，好容易。咁你就首先建立个信心先。一有咗信心，第二步咧就你会花时间去念。咁有一个善性循环。你越系花时间去念，你发觉你又发起啦。一有发起，你又中意念咯，咁就系善性循环咯。你有法起，你喜欢念，你喜欢念，你越法起，就是这样循环，善性循环，这样呢，你就真的平生业成，一定成的，没说不成的，所以这个法门，善导大师说，都是一样，印光大师说，也都是一样，万修万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好，那这个呢，就非常之重要嘅，系你哋自己内心嘅一个信息啊！好，今日就讲到呢度，阿弥陀佛。